我是汪，欢迎回到灾变丝绸魔主生存。前几回汪不是用丝绸之处搞搞挖到了好多好多的煤炭原矿以及铁原矿吗？所以汪今天这一集就想啊，现在我们挖掘魔术到达最高级等级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在家里继续用丝绸之处来挖这些矿矿，无中生有，生出一大堆其他的矿物来呢？汪汪就找了块大空地，我们直接来放上。汪汪手上的这16个煤炭矿，再用丝绸之处搞搞，直接挖掉他们试试看。哎，没有掉哦，没事，我们再来尝试一次试试看。开始挖掘，哇、我获得了金原矿跟青金石原矿，再来挖个铁原矿试试。这一次一次挖多一点，我们又获得了。喂、等，先让我看一下嘛！真是的，你生气屁呀、啊！我才要生气嘞！走开，走开，走你！我们甚至可以在家里挖出绿宝石矿，并且用铁矿石再挖到铁矿石、跟红石以及石英。但是呢，汪在想啊，自己方是方块还挺累人的，而且也不是说每次挖掘都有机会获得其他的矿石，我获得了钻石矿，所以我想要来弄一个可以让我们一劳永逸的机器。汪就查了一下我的 GEI 列表，打上了一个器字，我找到了一个很酷酷的东西，叫做工厂方块放置器，它的功能就是能够放置方块。而这玩意的做法，我们会需要发射器以及金属棒跟老工业式木板，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东西。来看一下，金属棒呢，我们需要钢锭，而钢锭的做法呢，会需要做高炉，拿铁去烧一烧才可以获得钢锭。老旧的工业木板还先需要做出防腐木板来，防腐木板的做法会需要一个特别的砸分油桶。这个分油桶汪有看过小白的影片，我们应该是要也是做出另一个工业的炉子这个样子。因此今天这一集就像小白终于做出了附魔台开始研究魔法一样，汪汪也要做出工业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个炉子，来进入魔科技的时代。所以在开始之前，还请各位留给汪汪超过300赞的喜欢，我们到时候有了防腐木板，可能可以来做一些发电设施什么之类的。你们每超过300赞的喜欢，汪就在我们这个河道上多盖一个动力水车，产出大量的电能。好的，汪汪终于要面对现实了，面对我最害怕的工业。我们先从任务列表开始看起，它好像会教我们怎么开始工业。我要先做一本书，会需要做这个工程师手册，一个书跟一个控制杆。我们就来掏出一本可爱的书，把我们的鹅卵石还有棒棒插在一起，就可以合成工程师手册。完成任务爽拿100块钱。下一个步骤，我们会需要做这个工程师锤锤，做法大概是这样，但汪汪已经有了，所以汪汪不用做。以及要获得工业大麻、跟沙子还有泥土，汪汪就先来低下头，开启背包，掏出我们的工程师锤锤。完成一号任务后，再从我们的布料箱里面拿出汪汪已经库存很多的工业大麻的纤维。后面的箱子里面还有大量的粘土球，旁边还有沙子。就这样一下又完成了3个任务。拿到了铁还有50块，超开心。我们也就可以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来搭建这个焦炉砖吧。好像是要搭一个3×3×3的正方体，后要用这一个焦炉砖啊。焦炉砖的做法会需要红砖、粘土跟砂岩类的东西，挺简单的。那既然要做出焦炉砖的话，汪再看看它还有一个高炉砖做法，大概是这个样子，会需要地狱砖头跟岩浆块。我们就一起来准备。汪汪就先来到地狱一趟，来从我地狱的库存箱里面掏出大量地狱石，把这些地狱石带回现界，通通丢进熔炉烧一烧。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再回地狱一趟，来去挖个熔岩块。又回到了地狱，先来掏出我们的吸管，吸一吸，获得8分钟的抗火效果。再开启磁力场，看看周围，看到岩浆块了，这么近的地方就有
哦，我现在有全新的武器喽，来给你们看，我全新的武器，马上就把人射死了啦，小孩也不放过。挖挖这些熔岩块啊，有，我吸到了，我吸到了这些熔岩块，也挖一挖，好，我又吸到了，我吸到了，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的熔岩块，通通都吸到了。熔岩块不嫌多，所以我决定跳到岩浆的旁边。哦，我们也可以在岩浆上进行悬浮，在比较低的地方会比较好找到熔岩块。哦，哎呦，哦，突然又发现了一个地狱堡垒，笑死。在较低处的岩浆湖旁边发现大量熔岩块，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深怪砖房间，里面又是烈焰死者吗？来稍微看一下，这是熔岩史莱姆深怪砖，欸，酷欸。那这个箱子里面呢，哦，有其他的锁链砖。哎哎哎，你不要伸出来，你不要伸出来，先不要伸出来。欸，打不到他，我为什么打不到他？哦，我打得到他，只不过刚挥了地点不对。哎，再让我看另外一个神怪砖，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眼。哦，有好多好多的酷酷附魔鞋。等一下，滑步是什么附魔啊？啊，不要再打我了，不要再打了，好痛，好痛！汪汪就记住了这个熔岩史莱姆神怪砖的地点，并且还发现一件非常鬼扯淡的事情，就是刚刚汪汪杀掉的那一只僵尸猪人呐，他手上的附魔剑，哇，经验修补哎。汪汪就带着熔岩块回到了仙界，稍作整顿一下，我们的地狱砖头就烧好了一些些，把它们掏出来，再顺便拿出我们之前烧好的红砖，以及再次掏出库存的泥土，还有大量的沙子，沙子四个放一起合成大量的砂岩，就可以来制作焦炉砖，还有大量高炉砖，完成任务，搭建焦炉，还顺便完成了高炉的任务，但是他没有给我奖励，超难过。接着就是要来找一个空地搭建我们的焦炉跟高炉啦。那汪汪觉得啊，这边有岩浆湖，放在这边感觉正合适。汪汪就在边边挖出了六个宽的空间，我们来尝试搭建它们吧。3×3的空间，我让它悬空，它应该不会掉下去吧？哦，太好了，还没有掉下去。这边就再堆个2层高，我们就可以在中央的位置拿起我们的锤锤。哦，就有一个焦炉砖啦，再顺便做出高炉砖啊！等一下，我要在旁边再堆一下。我还没要用你，先让我把这两个炉子都搭完。同样的，也是用锤子在中间稍微敲一下，哦，就有高炉砖啦。那汪想说，上面都是平面空间，有点危险，所以我们再加油添醋一下，把这个焦炉砖变成半砖，高炉砖也变成半砖。上层的位置通通铺上半砖，在汪汪的思索够后，我觉得这两个玩意并排在一起看起来真的是有够奇怪的，所以我就用焦炉半砖盖住了表面，再用高炉半砖搭建了两个像是烟囱的感觉，这样子一体成型下来。不晓得大家还喜不喜欢这种设计感，我们就可以来认真看看啊，这个焦炉。这个焦炉，我们可以认真来看看这个焦炉到底该怎么运作了哟。有合成配方可以看吗？哦，有合成配方可以看。我们可以简单烧个木头变成木炭，或者是我们可以来拿煤炭块，可以一次获得超级多的杂分油，这个样子啊。看起来我们就是来拿一个煤炭块来烧烧看，以及高炉的运作方法呢，我们可以来把铁块直接变成钢块，而燃料的部分好像是用木炭，或者是我们刚刚有获得杂分油的副产物的这个焦煤哈。我们就先从我们的火灶房拿取些许的木炭，再度回到自动炉拿取些许的煤炭还有铁，就可以来尝试把煤炭块放进去。哦，它有开始在烧烤咯，并且在同时的把铁锭放进去。煤炭可以吗？哦，不行，一定要用木炭的样子。再给各位看一下他们烧烤时候的样子，那要做一个铁锭的话，感觉好像要5个木炭呢，哦，好多哦。我们再来补充一下，以及那个煤炭块，我怎么好像没有看到它有任何进展的样子？有没有方法让这个焦炉烧得快一点哈？我们来稍微拜读一下这酷酷的工程师手册好了。完蛋了，我连看书都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哦，有强化粗制高炉跟焦炉，有没有可以让它变快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好像没有可以让它变快的方法，它就单纯的教我们怎么制作这台这个机器，还有我们刚刚做的这个粗制焦炉哈。那这汪子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强化高炉哦，
可以用钢板来制作强化高炉，以及这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厉害耶，也是叠三乘三吗？并且我刚刚好像有看到刚好闪过一个漏斗，我们来看它做完。哦，它快做好咯，哦，就真的加一个漏斗，但我现在钢铁很少，还正在烧呢。又经历了些许的等候后，它的确是有在运作啦，但它跑流后还没跑完一半呢。忘觉得我需要搭建第二个焦炉砖，可能在正上方吧，来烧。不是快的，我们来烧单纯的煤炭，不然它烧的真的好慢哦。以及我们的钢铁哦，已经快要到第七个了哦。等一下有27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直接尝试做一个高级的高炉，让我们的钢铁可以烧的更快一点哈。啊，我们先来把这边的半砖给挖掉，多搭建一个焦炉。这台焦炉就被汪改造的超级高，并且因为这个焦炉变高了，旁边的高炉柱子汪也提高了一些，看起来。来就比较不会太奇怪，我们就来拿锤锤敲一下哦。我们有第二台焦炉了，来尝试放个煤炭进去烧烧看，看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并且啊，终于获得我们第一个焦煤块了。我们获得杂分油，来拿桶子捞一下哦。获得了一桶、两桶、三桶，哎呦，获得了很多桶哦，还不错。准备我们上一集做的酷酷大桶桶，把我们的杂分油通通丢进去保存，这样我们就不用做更多的铁桶了。回头一看，我们立刻烧好了一块焦煤，果然是焦煤块烧得比较慢一点这个样子。那我们的高炉这边呢，哦，就可以把这个焦煤块给替换上。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烧超级的持久，但可惜没能持久到帮我们烧出27个钢锭来啊！现在27个啦，我们就再来把那个高级的高炉给做出来吧。连续讲两个高，真的很不习惯。找到一个合成台，制作一个小箱子，塞进一堆铁之中，合成漏斗，拿锤子把钢锭给敲一敲变钢板，再拿钢板去包裹高炉砖，合成强化高炉砖。完成任务，强化高炉。哎呦，他再多送给我们9个钢锭跟50块钱，哇，我们现在又有钢锭了，跟获得更多的煤炭，来完成我们今天最终的作业吧，搭建一个高级的高炉，也是先搭建一个三层三层三的方块，就像这样子，顶头再插上一个漏斗，就可以拿我们的工程师小锤锤，啪康，哇，高级高炉，来看看。看它的外观，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孔洞，到时候我们可以来装什么加速的强化器之类的，以及它屁股有一个孔洞，似乎是漏斗的样子，刚好被我们这个焦炉给挡住了，但应该也没什么关机吧，我应该不会非常想要去搞一个自动化什么之类的。那上头好像可以再摆一个箱子，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自动熔炉的样子，但它好像只能烧它能烧的东西哈。然后我们就把铁锭给放进去，来看看。它的速度是不是会稍微快一点？好像还是挺慢的哦。有啦，左右两边可以各装一个鼓风机，只是我们现在没有鼓风机。而鼓风机的做法的话，再度打开我们的任务列表，鼓风机就在正下方。它的做法是，好，汪汪觉得我现在可能没有钱。那今天这集汪汪就是为了制作一个酷酷的方块放置器，接触了工业的一小角，做出了焦炉跟高炉。那汪汪觉得其实我这个应该也不太算工业对吧？魔法师也是会有个炼金炉什么之类的对吧？这看起来比较像炼金炉齁。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留言说哦不，工业刚开始就好烧钱哦，感谢各位收看，啵啵啵啵啵。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监视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逐渐母汤。